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已知 a 等于1加2的 k 次方 ，b 等于1加2的负 k 次方，现在要用 a 来表示 b 的话，那 b 应该等于多少？好，我们看哈，这个 b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1加2的负 k 就是2的 k 次方分之一啊。那我现在给它通分嘛啊，二的 k 次方分之2的 k 次方。啊，加一，二的 k 次方加一就是多少？就是 a 呀、啊，哦，这个就等于 a。啊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二的 k 次方加一，啊，再减一嘛，那是 a 呀、啊。啊，所以呢，这分母呢是 a 减一，啊，分子是 a 呀、啊，所以答案是 a 减一分之 a。所以这一题哈、哦，答案应该选多少？应该选 c 呀、啊。